秀，爱歌声七个单元。今仔播出时间是下晡的一点至这个四点吼。那好朋友，大家好。来，首先这个真心之爱你哦，有了这个林庆勇小哥跟我们立业跟韵竹来合唱这首这个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真心之爱你》，好朋友，跟我们来欣赏。久不见，又一个月了，从十二月二十一二二零之后，还有今天又元月二十四号了哈，哎，又隔一年了呢，你知道吗？对，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播出，我主持的已经两年多了呢。对，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小哥常常参加，对不对？对，常常参加哈。那你今天觉得我们的造型，你觉得喜不喜欢呢？哎，非常喜欢，非常满意，对不对？我说今天为了你，我就说真假哥哥、真假皇帝，今天来这个节目来主办啊，对不对？对，所以让好朋友在空中的好朋友，你们来帮我们决定了，今天谁是真的哥哥，好不好？
我穿这样也像哥哥吗？他穿这样也像哥哥吗？对，对，你比较像，我比较像哦。等一下，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我们今天皇阿嬷在现场哎，那个一代女皇来到现场哦，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好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哈，透过这个 YouTube， 透过这个 YouTube 哈，这个网络，这个海克拉斯 ETV。哎，这个可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你有在锁定的时候，记得用手指头帮我们分享，帮我们按赞，帮我们留言哦，谢谢你们。